笑，大仙不闹，我们来。好强！你要利用我们手长的优势，还是要打一点？别惹我！打一点气势出来，甭管怎么样。你干嘛呢你？不许！不可以！你减速，我普通攻击，你一技能弹，一弹，哎，你二弹，你们搞错了，选二技能。真的是醉了，你依他这一波，我开机了他必死啊，哥哥！你怎么？你怎么？你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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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中路他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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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走。中路的司马懿在中路，我们安静的推，安静的哒哒哒。大仙过来收人头。我开一手大招，不要这个冰冷开大，一手二技能打起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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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！哒哒哒哒哒哒。死都得死啊！技能全部减速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过来打他呀！这还用想？过去 A 他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死！你过来，过来就送。我笑了，要跟小疯子闹，就这么自信。他过来 A 他，然后打他，他开了个大招，打这个人，打打打打打打他，你得死 A 一下啊！技能开启我的小大招，冲！这里面别怕。打他呀！哦，没人呢。一顿割草。兄弟们，放心的打，我在。二给大了吧？没给大。你们都得报上。哎，日凡。哎，开大开大。找个角度，一手二技能，没有减速到，扫他，怼我！哎呀，这个鸟，我真的是吐了！炸裂吧，我的愤怒！现在你的要操作的手法是选择大招。假如说有人能控，起手一开，直接讲道理起来，按普通攻击叠怒气。一手一技能，哒哒哒哒哒，打他，哥们死了，这边过来，又一个鸟，我的队友把我挡了，我直接翱翔啊，我又死了，哎，我又翱翔，又死了。虎牙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